2022年6月18日，有调调获稀有红猫箱于台湾新北市平林山区调获人。大澳洲小尾红猫箱 size 23公分，真是好棒棒。抢先看，游动的身姿预计正片时间12月上映，这速度费不费太快啊？哦，红猫的。红猫斑纹的香鱼，今天很开心啊，钓到了这一条红猫斑纹的香鱼。你看它摇动的身姿，身上还有那种很像呆娃的字一样箭头，然后有一点乳斑的感觉。哇，头一次钓到，之前看到是在日本曾经有钓到一条这一种形态的，不错不错，台湾也有了，真棒。